这个手机软件的话就比较针对于人像面部的调整，首先它的重塑功能就可以调节你面部的不对称，扭曲这个功能的话就会比较细化的去调整面部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脸型或者说面部的一些细节都可以做出细微的调整。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比较实用的亮白功能，其实就是一般美颜软件里的美白功能，但是的话它可以做到比较细致，你就可以把细节无限放大，然后做出调整。接下来是一个深度磨皮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对比的效果，它是可以调节磨皮的深度，如果不想要太夸张的效果就可以使用磨皮功能，它的话就会效果更加的自然一点。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就是上色功能，可以给图片一些小细节的部分做出颜色的调整，比如我们可以对照片人像的唇色进行一个上色，让人物看上去更加的有活力，你可以无限放大这些细节，然后做一点一点的上色，会效果出来就会比较自然，可以看上唇和下唇的对比。接下来的一个功能就是针对于面部的一些调整，比如说调整它的笑容的状态，还有它的下颌的长短，甚至脸部的就是宽幅都是可以做调整的，而且调整起来会比较的自然，包括它对五官也可以做出比较细致的调整，当然这个的话要看你自己的把控，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有点夸张，或者说让图片失真。针对不同五官的部分它有比较针对性的去做调整，比如说鼻子的宽度鼻尖的大小都可以做出比较自然的调整。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细微的调整改变整个人物面部的一些状态，比如说眉毛的高度挑度都可以改变整张图片的人物在你眼中的一个神态的展现。还有唇部，我觉得这个软件比较优秀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针对五官进行非常精致的调整，而且整个效果的话都是非常的自然的。